用自己的习惯把自己带到一个放松的意识状态。深吸一口气，将洁白明亮的光吸入自己的身体，吐气的时候吐出不再服务于你灵性成长的能量。连续这样的深呼吸几次，请大声诵念或者默念下面的肯定句：我是灵魂，我是圣光，我是神圣大爱，我是神圣意志，我是灵魂的表达，观想头顶上方，灵魂之星脉轮发出洁白明亮的光，观想白光像漩涡一样向下清理自己的能量场，观想距离卢比安娜14.5公里的上空出现一颗五芒星，观想这颗五芒星在卢比安娜的上空发出闪亮耀眼的白光，
观想银河中央太阳，发射出一道白色合一火焰。观想白色合一火焰穿过太阳系内所有的光之点，穿过五芒星，穿过卢比安娜，进入地球的中心。花几分钟的时间观想白色合一火焰的光柱锚定在卢比安娜，观想五芒星的下方出现一个洁白明亮的圆锥形漩涡，观想漩涡场顺时针方向绕着菩提光柱旋转，清除和转化所有的低频振动、黑暗实体、黑暗能量。
观想这些负面的事物，沿着光柱往上进入五芒星，接受转化。花几分钟的时间观想白光漩涡持续的旋转，观想这道菩提光柱和地球上所有的菩提光柱完整的连接在一起，观想所有的菩提光柱连接地表、地底和天空中的地球光网格以及光之点，观想扬声存有们引导所有的菩提光柱，观想所有的菩提光柱和五芒星形成一个洁白明亮的光网格，
观想紫罗兰火焰净化卢比安娜能量漩涡。观想彩虹色的生命之花网格包住卢比安娜，提升整座城市的振动频率。奉神圣本源之名，奉我是临在的永恒圣光之名，我们宣告并且下令，菩提光柱已经锚定在卢比安娜的所有层面，并且受到神圣本源的指引。光的胜利。